上次做了这个拉链零食笔袋，好多宝贝说没有拉链，宠粉的姐姐今天教你们一张纸就能做的笔袋了，还是闺蜜款哦。首先准备一张纸，有条件的宝贝最好用这种材质哦，在三等分的地方折叠，另一边同样折叠，打开就是这个样子啦。使用双面胶把其中两个面粘在一起，轻轻松松就能得到一个小口袋啦。把第三个面按视频所示折叠，然后沿着折痕裁剪，接着把三角形折下来，用笔和尺子在距离顶端三厘米左右的地方做个记号，用小刀轻轻地按记号划开，这样就可以把笔袋封口固定住了。用透明胶带加固一下，贴上可爱的贴纸，超级简单的自制笔袋就做好啦。姐姐测试了，如果温柔使用是很结实的哦，还可以再做一个不同颜色的送给闺蜜哟，装上自制的卡通笔美滋滋呀。小芒果们学会了吗？